电波，准备好了，来吧。你就不能好好发射晶片吗？当然不能了，我们现在模拟的可是发射技能晶片，当然要摆出最酷的姿势了。你说的对，那我们再来一次，这次我一定能接住。来吧。其实这个姿势也蛮帅的啦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我们在练习接取技能晶片，为以后的战斗做准备。自从上次见到林一使用技能晶片后，那个画面就一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。嘿嘿嘿，用技能晶片打败敌人的样子太帅了。哥哥，我也好想要一枚哦。是啊，要是有了技能晶片，我们也能更好地完成任务了。小川，什么事啊？秦风，好消息，最近超世界上线了一款扭蛋娃娃机，中奖率接近100%。更劲爆的是，活动的最终奖励是超强 AI 宠物。超强 AI 宠物？没错，听说 AI 宠物实力超强，可以不费一枚金马带用户体验多样人生，而且它还有超强的战斗能力，好多用户都想要，你赶快来啊。哎，哥哥，我们也去看看吧。我怎么觉得不靠谱呢？哎呀，反正试试又不吃亏，走吧。走吧，林一接到了新任务，任务地点正好就在娃娃机附近。哎，秦风，这里，我们得抓紧时间。还好你们来了，不然我的奖励就要被清零了。清零？嘿嘿，我刚刚失败了一次，得邀请新玩家才能继续玩。林一，我们在这儿。收到任务，一名用户失踪，他最后的定位就在这附近。失踪？哦，那什么，我先带你们去娃娃机那边瞧瞧吧。太好了，这下就有三个人了。哇，这么多人！你们看，那就是最终奖励了。看起来还真不错。他有超强的战斗能力？肯定是假的。我在超世界这么久，可从来没有听说过。那或许是你了解的还不够深。那么多人在玩，难道商家还敢欺骗我们不成？那我就祝你好运了，我要去做任务了。小鬼，你的胜算好像不高哎，一会儿输了可别哭鼻子哦。好多人都通关了。哥哥，小川，我们得赶紧找位置。好，我不是很擅长这种游戏，我还是先去帮林一完成任务吧。哎，别走啊！看来只能我们两个去玩了。哎，好吧。这次我一定要成功！加油，小川，我看好你哦。耶！当积分达到一定数目，就会产生两枚新扭蛋，并开始计时。啊！两枚扭蛋中一枚是技能晶片，另一枚是炸弹，加到技能晶片便可当即领取，并获得所有积分奖励。又是这样。很遗憾，你将失去所有积分。如果想保存积分和奖励，需要邀请新玩家加入。哎，小川，这次看我的吧。恭喜您成功夹到扭蛋，获得首次奖励。恭喜您进入最终奖励阶段，还请抓紧时间。就是差一点，真是抱歉，这次没能成功。不过以您的运气和水平，一定能获胜，请尽快邀请新玩家，重新开始挑战。小川，我们还可以邀请谁呀？小川呢？我想他应该是去邀请新玩家了吧，请您也尽快邀请新玩家哦。燕铺，那我们分头行动吧。
嗨，你，现在哪还有新玩家啊？哥哥又不玩。哎，燕破，怎么样？你有邀请到新人吗？没有。哎，对了，前方，我刚才走遍了周围，都没有看到小川。哎，他到底去哪儿了？怎么回事？您当前的游戏积分也是全场最佳，建议您不要放弃。我朋友不见了，我得去找他。不好意思，本游戏还有一条规则，游戏失败后如果不能邀请新玩家加入，就会被夺走账号。什么？还好赶上了。哥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阴谋。阴谋？我和林一在寻找那名失踪用户的时候，发现猫助手在暗中操纵扭蛋机，他们故意让玩家失败，然后让他们邀请更多的人进来，如果做不到就要抢夺玩家账号。这么说，之前的失踪事件就是这么引起的？对了，小川也不见了。哼，竟然被你们识破了。陈凌峰，快阻止他们。你的对手是我。看来我的运气还不错。快把大家放了。喂，都说了你的对手是我。不会吧，这是你们自找的。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？你是金荣？没错，是我。你这次又在打什么鬼主意？当然是要夺走你们的金马和账号。果然，这一切就是个骗局。这么说，所谓的超强 AI 宠物也是假的了？要是有那种东西，我才舍不得给别人呢。现在你们几个该消失了。开启爆裂结界。投降吧，你跑不了了。我可没打算跑。我来。你们是在给我挠痒痒吗？白燕小姐，我没事，不过这家伙防御太高了，我的技能没有破甲能力，不擅长应付这种敌人。飞轮，前方，这是新的技能晶片。白夜不适合这次战斗，你们的飞车穿透力更强，这次只能靠你们了。
这家伙居然敢欺骗我，他该不会就是超强 AI 宠物吧？等等，灵一，难道你想保护这只数据猫吗？小姐，它好像没有主人。看来找到它的主人之前，只能由我们来照顾它了。师傅，还好这次盗取的用户资料提取出来了。清风、飞轮，这次我所受的苦，一定要让你们加倍奉还。哎呦！起来，少给我装死！各位观众，比赛即将开始，还请各位多多关注。这凌风一定能赢，他已经连续打了四场，早就没力气了，拿什么赢了？哎！比赛结束，赤灵风胜。新来的？前辈，这里不是飞车基地吗？怎么还要打擂台啊？那你来错地方了。这里是超世界最泯灭人性的地狱，黑市。我天生自带高防御值，金融就是因为这个才买下了我。喵！什么？可是，在超世界是不允许进行 AI 宠物买卖的。可如果交易是在地下黑市进行，那不就无人监管了？喵！地下黑市。没错，黑市中不仅可以进行各种违法交易，还会举办飞车擂台赛。喵！太过分了，这是把我们飞车当成挣钱的工具了。冷静冷静。按理说这种黑市应该会被超世界系统检测出来的。这就是问题所在，我推测应该是黑市用了某种特殊手法屏蔽了超世界的检测。哦，原来这才是你约我们见面的原因。你想查黑市？这是黑市的入场券，只可惜千辛万苦也只拿到一张。要什么入场券？只要找到黑市，我们联手将它清除不就完了？地下黑市情况复杂，如果不了解清楚就随便动手，只会打草惊蛇的喵。看来我们需要一名侦查员。我来。让我去，我有信心也有实力能完成这个任务，更何况作为未来世界飞车的领袖，保护爆裂飞车的同胞是我的责任。赤灵风，万事小心，我们会尽快进入黑市与你会合。哥哥，是这里吗？虽然赤灵风发来的定位信号有损坏，但应该就在这附近。哎，快点，一会儿人多了要排队。他们急着要去干什么？跟上去看看。耶耶，是云端方舟，这里不是已经废弃了吗？看来它已经成了热门的观光点。这里怎么看都不像是黑市啊。明明就是这儿。哎，麻烦让一下，你挡住了云端方舟。哥哥，你愣着干嘛？我知道了，黑市就在上面。云端方舟早就无法运作了，根本上不去啊。试试就知道了。我就说没用吧。
这里是云端方舟，或者也可以叫黑市。松开，这是我看中的东西，现在它是我的。各位，现在上场的是蝉联多届冠军的常胜飞车极昼，而他的对手则是连赢多局的新晋实力选手赤灵风。加油！赤灵风，前面就是擂台，你们太显眼了，先在这里待命。赤。是他，赤灵风伤势很严重，这段时间他一定受了不少苦。好的，比赛开始。极昼率先发起攻击，十分凶猛，赤灵风明显招架不住。赤灵风，加油啊！极昼试图撕咬对方，可惜差了一点。凌风已经打了好几场，早有精疲力竭，而他的对手才刚上场，精力充沛，这根本就不公平。应该也不想我们为了救他而影响大局。极昼发起了最后的进攻，本场比赛的胜利者是极昼。走吧，没用的东西，跟上他。赤灵风，你们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我来。赤灵风，你受苦了。飞轮，这一次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。啊！才赢了一局，你就要走？超元护卫都跑进黑市里来了，我还留在这里等着被抓吗？啊！什么？这里有超元护卫？啊！不会是我们被发现了吧？云端方舟，开启扫描！快走！他们就是超人护卫，抓住他们！抓住他们！变形！暴力出击！暴力变形！
辈，我想你需要帮手。是的。白夜、岩破，先把这些飞车解救出来。来了。各位，反击的时候到了。风铃，现在局势对我们不利，这里不宜久留。哼，算他们走运吧。风筝要坠落了，大家赶紧离开。看来超世界系统对方舟采取了封禁措施。通告：云端方舟由于牵扯到黑市交易，严重违反了超世界的法则，将被永久关闭，涉案人员也将接受官方处罚。哈，大功告成。飞轮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刚才那个人像是在哪里见过，是谁呢？